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今天我们又来这个河边钓鱼了。前几次都没有什么收获啊，今天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，看一下今天收获如何。钓到一条了，我发现我最近呢，每天来收获的第一条都是小鱼，你看，刚放下去就来了，小鱼啊。这个蚯蚓的都还没吃上就被我逮到了。哇，这条应该比刚才那条大，你看这个杆子都这么弯。哦，两条。慢慢的拉过来，你不要使劲拉。哇，我真的两条哎，一箭双雕，哇，太爽了，你看，小南今天高兴坏了，一箭双雕啊，一放下去就有，今天收获真的很不错，拿那抹布来给我，哇，双胞胎嘛，两条都是一样，一放下去就直接把两条勾上来啊，哇，特别爽，太爽了。我两条都直接勾在这嘴巴，你看，拉杆，把这杆拉，直接拉上来。哎呀，太激动了！你看，这是今天也是最近收获最大的一条，这条最少有3斤吧？哇，搞得我们那杆子都断了。你看，刚才拉过来那杆子都断了。哦，可惜刚才大家在忙的，所以没有把那镜头把它拍下来。差点又飞跑掉了，太爽了，50块钱一根杆，这收获很不错，又收获一条了。今天收获这种鱼是特别多的，你看，看一下，收工回家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哇，好重哦！哇，差不多20斤了。我钓了3个多小时，哇，太重哦！这是目前收获最多的一天，那这一条最大了，这一条，哎呦！满满的，哇，太重了，你们，好大啊，这条，搞得我们那根杆都断了，哎呀，我们现在马上回家去了。今天呢，就与大家分享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啊，帮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